是有看住院的啊。阿兰小姐，阿兰，哪里去？待会去家里面啊、哦，哈。我现在比较的。你在哪？你在无？我跟你讲，问到床以后，先办住院再去批假。他说你还想办起来哈？我跟你讲一下，就等然后你就拿这张单，吼，去一楼大厅遐办住院办住院，有一个住院处办住院，好啊，办好之后啊，顺便批假，批好假之后再上去七 B， 好，房子七 B 楼，七 B 十三住，有，在右边斜坡，等梯子七楼，吼，等那个可以的嘛，哎，那就过来。